新年快乐！哇，咁快咧就嚟到年初二啦，相信大家都开始食见咗年糕或者萝卜糕噶啦。今日就等我教大家整一个鸿运当头红豆糕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先。哇，咁快就蒸好啦，即刻试下先。啊，好香嘅椰汁味，而且仲有粒粒嘅红豆，今个新年一定鸿运当头啦！